我要回中国了，要上飞机了，现在正好去机场。我来到这里，我发现这边变化也挺大的，挺好看的，给大家看看新德里的机场。啊，前面有过安检了，所有的车都有过安检了，只有警察他在看。今天晚上、明天晚上、后天我会签到的。他都感冒了，对，他都感冒了，但是还是他要来，因为提前都说好的，不能不来啊，不能不来，他害怕不来了，那就是哎呀生气啊，哎大哥，是，你看了，就是大家都害怕，就不害怕我老婆呢。新德里国际机场，以前天天来，接团、送团。接送一个送一个接一个送一个接，都多长时间了？都已经好几年了。好，非常简单。蓝色的可能来。来机场了，现在要进了里面。以前送饭的时候呢，是到这个地方送大家。有时候呢，是都他们也辛苦，我们也觉得是，他们不走是最好的，还是我也跟他们一起飞。现在呢是要接孩子们了，还有两天就见到他们了，不一定啊，到了以后再说吧。那我的飞机是3:30的，现在看看我的飞机在哪里啊，这个 Bangkok BG332 泰国的那个航班。那我来的特别准时机IJK， 我去看看能不能做，做了呢就是把行李给他们交给他们，以后我有空手我就可以溜达溜达。人不多，每个都有空空的，那有可能因为是太晚了，有可能没有好多国际航班呢，所以就，但是里面我看感觉是人不少啊，这么晚上还有那么多人呢。